非常感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有人尖叫，啊！OK， 兴奋已经五分钟过去了。Thank you, Arano, because you know I have to say thank you so much. Appreciate it. You have done a great job for this one. I also have to say thank you, Mr. Fu, organized this kind of meeting. So fantastic.So fantastic, because 40,000 people is not so easy to organize. 四万个人大会实在是不容易，已经是北京奥林匹克的一半了。我非常感谢傅先生，他一系列的安排。我觉得他安排的非常的恰当，很多事情，因为他给我的主题是你也办得到，因为傅先对我的了解，他让我讲这个主题，我觉得蛮恰当的。为什么？我不是副总裁，我也不是教授，而我却是老师眼中的眼里面的最烂的学生。我从小非常自卑，非常的自卑，我小学一年级就留级，因为家里并不是来自非常的富裕或是怎么样，我妈妈是当女佣的，我爸爸是当扫马路的，我的背景来自于这样的背景。上学小学一年级，我看到同学的爸爸妈妈在门口接孩子，我爸爸妈妈永远都不在校门口。我妹妹有一次，我妹妹也在会场，不是光我留级，我全家几乎都留级。我几乎认为我是一个白痴，从小的时候一直非常非常的自卑。七年的小学，人家读六年，我读七年。为什么读七年可以顺利过关呢？因为台湾那个时候让蒋经国先生负责当总统的时候，他下达一个命令，幼小民族不能留级。因为他下达这个命令，一直到初中都不能留级，所以我就顺利的读了十年没有留级的生活。可是在老师的眼里给我的评语，我感到非常的伤心，因为评语永远跟着我雷雨鸣。老师给我的评语是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。没有想到这个变成我的优点，因为做安利就是要简单，做安利就是要体力，就要四肢发达。由于我自己的背景来自于自己的背景，我不喜欢交朋友，我没有朋友。我曾经在想，我这种人没有朋友的人，我可能会做安利吗？没有人刚开始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是刚开始我就有环境的，我是个自卑的。因为我爸爸掉的眼泪，说我妈妈不识字，我爸爸不识字，生一个儿子又不识字，怎么办呢？我爸爸掉的眼泪，看着我，将来父母怎么养你呢？结果为了我爸爸的眼泪，我继续去考，不是高中哦，我没有读过高中。我是读职业学校的 vocational school， 我是读职业学校毕业的。没有想到在职业学校里面，一个老师的眼光，他赞美了我。第一天把我叫到办公室来，我考试是用，不敢说是作弊，
我没有作弊的能力，我也没那么的聪明，我是用圆珠笔转，对或错，如果转这一头就是对，转那头就是错。然后选择题用滚的，用圆珠笔滚，滚到一就选一，滚到三就选三。没有想到考取了，我考上了职业学校 ，vocational school。第一天老师叫我到办公室来，我吓得不得了，因为我人生最讨厌就是老师。在我的心里面，老师对我来讲就是噩梦。老师说：“雷鸣到办公室来。”我说：“我犯错了吗？第一天来就被你发觉我是乱考进来的。”所以每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，我的背景是这种背景，很自卑，到了办公室吓得不得了，完全是一个弱势族群，我没有爸靠山，我爸妈不会管我这个事情的，所以我就发抖，就老师说不要紧张，请坐，我觉得你的形象很好。 Oh my God， 从小学到十年没有一个老师说我很好的，他讲我很好，我起码了解，没有想到你不责备我，你还说我很好。那老师说你可以帮我一个忙，当我们学生干部，我一听到说两肋插刀死都可以，为你死我也愿意。为什么呢？我突然灌注了一个被鼓励的温暖，从头麻到脚趾头，我受到这样的人赞美，我必须要用感恩的心态对待他。我就打听他，他到底是教什么的。各位你知道 vocational school 一年级，他居然是我们班导师，他是教英文的。 Oh my God，26个字母我都不认识，中文都考了13分，英文怎么办？各位，当然有一个感恩的心，你知道当天晚上我回家，我去找那26个字母，两天我倒背如流26个字母。两天里面我多苦啊，到处求人，我到处求人说这26个 A B C D E F G Y Z 到在哪里，怎么排列，我花了两天把它背得滚瓜烂熟。为了感恩，在职业学校里面3年，我拿到林挺生大同公司，是我们的董事长办的学校，我拿到林挺生校长英文奖。我们学校里面啊，稍微有点自落，因为反应的问题啊，翻译的问题。结果因为我的老师给我的自信，我就开始决定考大学。我没有读高中，我也没有读过普通高中，我考大学这是我另外一个决定。我决定我自己读，我把我关在我爸爸扫马路那个马路那个扫马路的工具间里面，都是扫把，我在那里房间里面铁皮房子，我在那里把我自己关了一整年，我自己读，读完一整年之后我考上了大学。各位年轻人，当我们想要的时候，想要什么时候，人家连普通高中都考不上，大学我没有读过，我考上了。所以决心很重要，决心很重要。在座各位，我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的，我读淡江大学国贸系，我在学校里面一年级
全校一万个学生里面，我又是脱颖而出，英文演讲比赛冠军。学校派我出国参访，我一年级成为一万个多个学生里面的骄傲。我爸爸说，我们雷家祖上有德，我们雷家家谱里面没有一个是读书人，你是唯一的一个能够让我们雷家将来光荣，从你开始。在座各位，你认为我会来做安利吗？大二升大三，我在学校里面是优秀生、模范生，我在图书馆里面读书，有一个陌生人拿到把一个产品目录安利的陌生人哦，产品目录八个，那个时候安利只有八个产品，清洁用品，他告诉我这是一个可以改变我一生的机会。我说什么？他说安利。我一听到差点下跪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，我考上大学你叫我去卖肥皂粉了。我的计划早就安排好了，我不会再跟这种为伍了，这是不务正业的行业，不要找我。我为了打发他，我五分钟就加入了。我加入的目的就是不希望有下一个人再推荐我，只要再来推荐我，我拿出安利的卡给他看，对不起，我已经加入了。所以在座各位，我加入的目的是退出不干安利的目的，所以每个人加入的目的都不一样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我的目的就是不干安利，可是因为他们每会必到，我推荐人每会必到学习有安利的功夫，他学了一招叫做百战邀约术，你不来我就邀你一百次，我看你受得了吗？结果十几次我就受不了了，我说好，我就加入参加你们一次会议，卖肥皂粉还要开会，神经病。我们四万个朋友，我们是神经病吗？我们不是也来开会了吗？结果在那个会议里面，我深深的感恩傅先生办的那场会议，三百个人的大会，不是四万个，三百个人。我感恩马来西亚的伙伴，因为他请了吴东发来，小学三年级不到的，我是铜墙铁壁。我告诉我自己，我参加完会议之后，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要做安利，再也不要见安利了。我以为我铜墙铁壁，一场会议下来，我每一道墙全部垮掉了。我决定我要做安利。我告诉各位，我可以讲说我用很不要脸的声音告诉你，我第一天就决定做黄金大使了，我从来没有说我要做钻石的。可是我没有办法跟我爸交代，我本来想学比尔盖茨的，把工作把学校读辞掉了，不再读书了。 No more education, no more university, I want to resign, but I cannot, because my father will die. 如果我这样做，我爸爸一定死的，吊死在我前面。
所以我没办法做，我就继续一边做安利，一边读书。我大学毕业还是拿奖学金的。我本来真的不想再做安利了。1987年，我再次回到安利，我发觉了这社会上我没有社会经验，我没有背景。我1987年，我再次回到安利，我花了4年，我上了创办人钻石。我没有上过钻石，我一上就是创办人钻石。6年上总监，上 EDC， 7年上创办人 EDC。1994年。我第一次拿着皮箱离家背井到了 China， 1995年到 China， 到中国大陆，不认识人的情况下拿了一个皮箱就去了。人生地不熟，海峡两岸有 conflict， 海峡两岸有不谅解的地方。对我来讲，我从来没踏入祖国，我当然会害怕。各位，害怕又怎么样？还是要做，安利在，我就在。不要把过去的经验浪费掉。我在台湾做了创办人 EDC， 我在中国大陆没有白费。我17个月在中国大陆就坐上了创办人钻石。1998年一刀切，我掉着眼泪，我投资100万人民币，中兴突然告诉我不能做安利了，我仰天长啸 ，My God， 我做错什么了？100万是小事，梦想失去是大事，很多人纷纷开始离开了。我就是不离开，我等。1998年3个月空窗期，我等。1998年7月份再次开张，我又开始了，不能推荐。1999年才开始能推荐。各位，我2000年创办人双钻石，2001年创办人皇冠大使。2002年、2004年，我 FAA 40分。2006年，又告诉我菲律宾市场，安利公司来说服我们到菲律宾市场去。我是被刘明雄说服到菲律宾的，刘明雄亲自跟我讲菲律宾市场，我接受刘明雄的建议。Martin Luther 建议我到了菲律宾。各位，上个月我参加老迪威斯的葬礼，安利公司告诉我，恭喜你，你已经是菲律宾创办人皇冠大使。我3个地区都符合了创办人黄大使，是一个留级生，自卑的学生。各位，这不是骄傲，是我太专注了。我在中国大陆17个月，吃饭睡觉就是安利，每天吃饭睡觉就是安利，我17个月拿下来。就算空窗期，我每天也是想安利，我没有停顿，也不是这么快，因为这个基础永远在我身上。我相信今后我是一个武林高手，我走到哪里我都可以做到，我都可以做成功。信不信？信不信？声音不高，再来。决心、专注，你一定成功。谢谢各位。